我爱这女孩。小贾斯汀妈妈公开赞美塞琳娜，准媳妇已见过家长并获得认可。23岁的加拿大歌手小贾斯汀 Justin Bieber 从出道以来一直都是全球少女疯狂追逐的帅哥偶像，在一举一动都相当受到瞩目，且易于影响他广大歌迷的情况之下，小贾斯汀不仅在 SNS 上公开表达会支持并协助美国加州大火的灾情，同时还在周末与他41岁的年轻妈妈佩蒂·玛丽特 Patty Mallett 一起出席反人口贩卖 Justice Speaks 的慈善活动。我爱这女孩，小贾斯汀妈妈公开赞美塞琳娜，准媳妇已见过家长并获得认可。近期难得与妈妈一同亮相的小贾斯汀，这位乐坛巨星儿子站在妈妈佩蒂·玛丽特身边看起来格外乖巧。然而大众都相当关注小贾斯汀上个月初与前女友25岁的女歌手塞琳娜·戈梅兹 Selena Gomez 宣告大复合。虽然国外媒体盛传塞琳娜的家人尚未能够完全接受小贾斯汀重新走回塞琳娜身边，但小贾母亲佩蒂·玛丽特的感受也相当受到瞩目。我爱这女孩，小贾斯汀妈妈公开赞美塞琳娜，准媳妇已见过家长并获得认可。佩蒂·玛丽特在慈善活动上首度发表对于小贾和塞琳娜复合恋情的想法，我并不能在公开场合真正的谈论他们之间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对于他们的感情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小贾并不会随时随地跟我分享所有的感情生活，但是我爱他，塞琳娜，只要小贾爱他，我肯定也会爱他，我也已经与他见过面，我们之间很快就产生了特殊的连结感情，我认为她是相当可贵的女孩。我爱这女孩，小贾斯汀妈妈公开赞美塞琳娜，准媳妇已见过家长并获得认可。佩蒂·玛丽特不仅表达了对小贾斯汀选择女友的支持，同时也再度强调我会支持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所有事情，似乎代表住塞琳娜已经成为了小贾妈妈心目中的准媳妇。小贾斯汀也在 Instagram 上分享了与妈妈参加慈善活动的合照，很快就收到了女友塞琳娜的暗赞，令人感受到小贾和塞琳娜这一次的复合真的让这一对演艺圈金童玉女的感情更加紧密。